用上海话闲话上海滩，大家好，我是丁丁。让阿拉看看今朝观众朋友们来了微信平台里又提出啥个问题呢？主持人侬好，我有个问题，凹造型帮摆表情有啥区别呢？这位朋友侬好，凹造型啊，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讲法呢，就是摆 pose。现在小姑娘拍照片哦，侬看，哦，各种各样的 pose， 比方讲，搿能介，要么剪刀手，要么嘴巴嘟起来，这个就叫凹造型。摆表情呢，实际上是讲有种人戴假肢，假肢老大个，讲闲话嘛很帅很帅，但是侬真的要让伊做点啥事体哦，就勿来三了，这个就叫摆表情。一般来讲，凹造型大部分是讲侬姿势摆了好，但是有辰光凹造型也可能是讲一个人比较做作。侬想哦，造型嘛，假使凹过头嘛，就勿大自然，会得把人家扫个。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随时 building 起来。不如今天主题就改成：走进去的是怨妇，走出来的都是辣妈，如何？好 ，Let's go。凹造型要凹了漂亮，一定少不了一样物事，就是高跟啊。对一个女人来讲，假使没一双高跟啊，帅哥就是模特儿擦指甲辣辣天台高头凹造型，总归有点奇怪。高跟啊，让女人的吊感更加好看，更加性感，更加有味道。可以讲，因为高跟啊，女人才变成了一道移动的风景。欢迎回到我上海滩，我是丁丁，欢迎了两位嘉宾，亚英老师，我有意思，两位好，你好，你好，你好，两位好，算了啊，今朝阿拉讲高跟啊，高跟啊，高跟啊，搿桩事体哦，先问问看亚老师啊，从男性的角度来讲，侬觉得女人帮高跟啊的关系是哪能介？女人跟高跟啊之间的关系，就像自家的小人一样，形影不离，形影不离，倍加呵护。哦，那么侬小辰光有没有搿能介一只想象，就是讲一个女人好穿上高跟啊，就代表伊成熟了？哦，跟我倒没介早熟，但是有一点是实的，就是讲，那我印象当中呢，高跟啊是从妈妈穿高跟啊开始。哦，侬小辰光印象哪能介？妈妈老高跟，搿辰光我心目当中的高跟就是铺跟。啊，跟没铺跟，搿辰光就更比较，搿辰光是平跟啊，或者中跟，粗跟也是后头事体了。然后铺跟呢，就是卡的，有点牛筋底的。嗯，对，搿辰光印象比较深。嗯，葛末但是对高跟啊种审美上，我开始呢，是阿拉妹妹跟着对方又开始了，不是，是阿拉妹妹开始偷偷穿阿拉妈高跟啊开始，我的发觉，老多男小孩会得偷偷穿妈高跟，这样子，可是丁丁侬会得穿，我倒是，哎，但是有一点就是讲高跟啊，刚刚侬问到个关系啊，我是觉得就是讲高跟啊搿桩事体啊，真的可以改变交关女人的一个面貌气质，嗯，就是讲。有的话侬不穿的吧、嗯、你看上去像奶妈，一穿侬就是辣妈。哦，是搿能介。哎，侬光有身材没用上啊，一定要穿好。什么意思呢？侬从啥辰光开始，小姑娘就会得开始想穿高跟鞋子了？我觉得读书辰光应该就有的想开始要穿高跟。小学吗？冲凉，冲凉。老汉人实际上是生理卫生课，哎，你来问女小人，跟我要补充啊。姑娘，侬懂的，我懂了，真是。小姑娘穿高跟啥人看？哎，对对对，我问的是女性心理，我问的是女性心理啊，对吧？我觉着小辰光，侬肯定每个小人侪老想穿高跟鞋子，比方讲妈妈有的啥高跟鞋子，肯定想偷偷要穿着。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我小辰光有没有偷穿过阿拉娘的高跟鞋子。但是我觉着一旦到了我想穿，我肯定读书的辰光，因为我老想尝试，但是辰光肯定没啥钞票去买的，所以我得看到比方讲市场上有的交关高跟鞋子，你就会得老心驰神往那种感觉。嗯，但是没办法，我觉着小姑娘提醒。实际上有一句话就讲人家讲，就讲每个女人在觉得啊，这个一少一双高跟啊，那种讲，就对了。自家个鞋柜里就少掉一双高跟啊，永远觉得少啊。真的。鞋柜上还有哪样讲法？鞋柜。那么立柜台是立柜台，为啥？哎，搿勿是跟约定俗成的啊，约定俗成。哎，就像人民银行，侬勿讲人民银行，搿么子？哎，银行倒。阿拉普及一下，普及一下，阿拉经常会搿种。侬靠我？勿是，搿是普及一下，因为节目勿要做了，阿拉准备不要去求资本了，搿个。继续问搿意思啊，搿侬觉得女人啊，欢喜高跟啊个女人来哪里的？欢喜啊，我觉实际老漂亮的，对吧？而且最重要一点，高跟鞋子穿了以后，人的小姑娘，比方刚杨洋讲了，那穿一记头人气质啊，所以精气神啊，你就会得提起来了，而且自家会得有的自信心，真，那实际人会得高交关，对，就讲海拔会高很多，所以你就讲看上去人就一逼老侬人必须要挺起来，因为侬穿高跟鞋子。
必须要硬子领嘛，那么可能在后背啊或者哪样子。我可能自信对吧？搿能介，我帮你总结一下。侬啊，因为女人对伐，面对高跟啊对伐，鞋龄之婚，会得迷失，会得迷失自家。其实讲到底就是讲穿高跟啊，就证明一个女人从女生变成女人了，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就成熟起来。侬会得看到一般性初两初三的小姑娘穿高跟鞋伐，老少。现在有，现在有。偷偷地穿，侬穿到学堂里去呢，马上处分。对啊，对吧？因为侬是女生，侬不是女人啊。但是侬到了变成女人辰光，侬要散发你各种成熟的美丽了。嗯，搿条老重要啊，对吧？而且也是侬前头讲的一段，我没有感触，就讲高跟啊，有辰光会得让人家联想起搿种妈妈的感觉。哦，搿个嘛，阿拉是近人的感觉。侬那我的妈妈，不是搿个意思，不是搿个意思，就讲是缺少母爱嘛。因为小辰光每个人的印象，侪是妈妈穿高跟，搿种靠地板的。哦不，搿辰光呢是穿高跟上铺，人家看不着，下头靠两只钉子，靠两只钉子，对吧？大个老上海老爷说的是，像穿了赤膊打样的，穿西巴个皮啊，条西巴裤子，哎，师傅。靠两只钉子啊！生意越想越干了吧？最好走一步靠他块地砖，走一步靠他块地砖，搿能介。搿阿拉看看搿台子高头，今朝阿拉放了眼哦。搿底鞋子大概是侬经常穿伐，还是侬勿大穿？哦，基本拿看只鞋子底就晓得，里向有得好几双我根本就没穿过。为啥嘛？买的大概有可能搿双。美国学生穿鞋子，我估计买得来有的七八年至少有了，我一趟都没穿过。像搿双就应该像破格嘛，啥白我拿过来看就好了。嗯，好。像这双白颜色就是铺跟，那看到一只鞋底基本上老清爽啊。哦、对，搿双铺跟因为有的辰光勿是老爱铺跟嘛，葛末我觉着而且搿穿搿对做节目也会得比较好嘛。对对，没介吃力。也勿是老吃力，对。就是搿鞋子啊，因为侬搿听说大概没搭搿勿叫松糕啊，我看过种穿小姑娘穿松糕啊。搿蛮松糕嘞。实际上松糕比侬还要再快一眼，我觉着。实际上讲到松糕啊，松糕啊，实际上来我印象当中，我觉着勿算高跟啊。因为呢，高跟啊有种成熟，就阿拉前头讲的中调，但松糕蛮卡哇伊的种。对，搿松糕要对卡哇伊搿是一个讲法，就可爱了，对吧？那么还有点呢，就是讲松糕穿个人对吧？侬个气质是老有讲究的，一个腿对吧？侬要老匀称啊，不是单单细，是要匀称。嗯，因为细了对吧？侬会得觉得撑不牢，要自然的要短脱的感觉。啊，搿是也还有得棉夹子感觉对吧？不好脱手。要稍微圆润的，像阿拉伊莎、伊叔个种样子，胖阿拉叔叔、阿拉叔叔个种样子啊，就是讲为啥呢？不是胖哦。我跟侬讲，女人啊，要有眼肉，一定要圆润，一定要丰满感，人家才觉得人家觉得雍容华贵。杨老师好从脚讲到头，你也是啊。我帮侬讲，实际上男人看一个女人啊，是看上半身，看上半身，看面孔貌相。女人才是看女人的下半身啊，看牙齿，牙齿，看牙齿。绝对的啊！我帮侬讲，只要一看到侬鞋子，马上开始跟老公看到吧，哪么了？一米五，阿拉初中晓得亚老师平时，一米平常个生活是这个，改啊，啥眼睛改啦？高头来了改么子？一双腿呀，我的袜子，啥袜子啊？鞋子啊？听讲，就花的张刚侬。搿来搿么意思？搿辰光哪能？侬讲侬讲，买个辰光是哪能个？有阿里几双有故事吧？或者？哦，我绝对，我帮他讲，我有的选择障碍，我有辰光，特别是买鞋子辰光，因为经常就前腔也是，我买啥鞋子，我看到啥高跟鞋子，我觉老好看，但是伊有的三种颜色。啊，三种颜色。哎，搿时我就问阿拉好朋友，阿拉两个人一道去兜马路，搿时我讲阿里种颜色好看，搿时伊讲好像侪蛮好看，搿时我自家看到镜子腔，我也觉得，哎呦，双双侪老好看，有的玫瑰，有的宝蓝颜色，有的橘黄颜色，嗯，搿三种颜色，搿时最后我就侪买下来了。那是土豪啊，土豪的。反正我选了，就讲我选了美工房，切了两双，我觉老不舍得的。而且我想想，有打折的辰光买，我觉老合算的，根本就买了。女人一听到打折搿几个字，真的呀！而且我都觉得，你晓得，就说侬买到一双老欢喜鞋子，而且尺码啥物事老适合，穿了个又老适意，老不容易，侬晓得吧？真心的。鞋子搿物事的确是搿能介，老合适，老不容易。买到啥也差不多搿种事体。勿，我感受对伐？就是可能要拖到廿几年前头了，对。其实辣我青春懵懂的。没梦到了，毕业的辰光，为啥呢？搿辰光我辣盖学堂里参加搿种科技小组嘛，自家做搿种就是潜望镜，侬晓得伐？我晓得，望镜从侬来了下头好看到高头，镜子来了，对，就是可以用于偷窥啊，对伐？侬搿辰光想法就是搿辰光呢，我屋里个房子呢是十二个新，也是公房，住辣马路边上。嗯，我印象蛮深的，大概是辣盖八十年代初，刚刚。个改革开放辰光，搿辰光有一批人穿得比较时髦，搿辰光穿牛仔裤已经是老时髦。对对对，喇叭裤。小裤脚裤、喇叭裤侪算老时髦啊。嗯。后头穿裙子，搿辰光穿个皮鞋呢，跟现在个审美风格不一样。搿辰光也穿高跟皮鞋，但是高跟皮鞋哪穿呢？小姑娘穿丝袜。哦，对对对。实际上上海滩就是遗传下来穿丝袜。嗯。搿丝袜搿种传统呢，实际上是
侬讲到底，阿拉外公伊拉搿辰光跳舞搿辰光，阿拉外婆伊拉也经有搿种风格，勿是讲啥后头再有个。但是伊最要命的是啥呢？伊外头还加了双袜子。哦，搿辰光外加个叫花边啊。哎呀，现在老昂啊，现在老昂啊，根本那那就叫复古。又是两种光的嘛，对对，就老外头要翻山翻。对对，翻好之后我一看，我当时没看清爽，就是讲因为年纪小嘛，对高跟啊本身勿懂。嗯，我辣想，哪能搿套啊是香槟色啦？哎，我就一直在看，哎，但是一看，哎，蛮好的，看看，那个腿好像还可以嘛，那个辰光就蛮注意审美的，我印象老深了。搿辰光阿拉同学讲，刚好看，我也要来看，一看，结果看好啥，同学讲了句，我到现在忘记勿脱。你讲啥？搿双拖鞋搿能介穿，太阳介大，伊讲你热伐？伊讲，我讲侬搞来是袜子，阿拉还猜，猜到后头阿拉后头摆好纸，下到车站门口，就到车站下头啦，一个小一个女小姑娘老师嘛，来得开。等车子，那车子还不来啊？啊，搿老三路就为了等来，还不来，不是？阿拉两个人跑过去，讲张，嗯，你想想，搿辰光小嘞，搿辰光人家是姐姐嘛，最起码是姐姐年纪岁，阿拉大概才十几岁，来回兜兜看，终于看好了，看清爽是啥物事。上来伊请我吃了根赤头棒冰，哎，阿拉就等于讲用一双高跟鞋来打赌的经历，根本有劲啊！是呀，杨老师从小啊就是从脚开始，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一种暧昧。哎，刚我倒想问了，杨老师搿能介是关注小姑娘及侬呢？侬平常看到小姑娘看啥？关注啊，当然关注了。我哪只看啊？我不大看，我看面孔，我搿老俗气了，是一个。不是，就讲搿物事对伐？又是跟一个人的情商有关。情商嘛，我以为侬要跟每个人不一样，侬讲情商，就讲实际是搿物事啊。嗯嗯嗯。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有种感觉，有搿种 feel 啊。像伊对勿啦？伊可能 fat， 但是伊没 feel， 搿是两桩事。搿两个是特别的卖力啊，杨老师。刚我想看啥意思，就是讲侬不能怪伊，因为伊搿方面伊没个感觉。搿么内江伊帮伊老婆买呀？但是伊对三 C 产品伊就老有感觉。那因为我跟伊老好嘛，爱好不一样。你帮他老婆买买冰啊？啊啊！我觉着伊不会得帮伊买，伊是付钞票。因为会得拨伊眼意见伐？比方讲，㑚两个人他辣逛，然后得拨伊意见。嘛，刚刚因为我晓得我自家在辣搿方面审美比较差，所以我一般勿提意见。侬不是只帮㑚老婆买拖鞋嘛？我晓得是买拖鞋。拖鞋不买，拖鞋也一比难看。但是有一点是真的，什么？就是讲一个男人是不是帅哥啊？剃个平头你就看得出来。搿是。一个女人是不是这个美女？是不是魔女？哎，露出脚趾头你就知道。不是下了上头，你才晓得嘛。搿倒是，搿倒是。就侬一直接。接应人的身段，怕累了，该侬就看得出。穿高跟啊，对吧？有辰光就等于讲迷惑了侬了。对对，因为我是听到过有个小姑娘，因为觉得自家脚趾么都不好看，所以一定会得改各种就是前头露出来的，对，一定是包了海。鱼嘴型，对，因为就亚老师的。还有点呢，就是讲有种小姑娘为了体现自家脚长，以那个鞋子的搿种颜色对吧？买成搿种猪皮色，哎，肉色的，就穿了个皮肤啊，跟自家的腿的皮肤基本上差不多。对对对。哎，如果万一高头有汗毛，伊在高头。汗毛，对，侬看了真细，就讲一个汗毛，侬看不晓得吧？穿肉色的皮鞋，侬如果腿对吧，也比较漂亮的，侬实际上看上去一体型更漂亮，是老长了，这真的是有讲，这是从美学角度。搿大哥，你不懂的，我们两个人。懂的，大家，每个人穿搿高跟鞋有自家的心得体会，但是有个人也没有搿种糗事，阿下来阿拉就看段视频，哪能介穿呢？我叫 Kitty， 今天的面试由我负责。你们一个一个来，第一个，你。好。高跟鞋穿了好是弹性，穿了不好就是太弹了。那么，辣辣阿拉生活当中，女人穿高跟鞋还会碰着啥尴尬的事体呢？哎，看好视频啊！我觉得老多小姑娘对搿高跟真的是既爱又恨啊！想问问两位，有碰着过搿种穿高跟啊碰着个糗事或者尴尬的事体伐？小姑娘肯定会得碰着，首先毕竟搿种事体天天也碰着，真心的。毕竟我有趟子就别老了呀，对呀。我先讲，侬讲好了勿对。我趟子辣虹桥路，就是送蜻蜓陵园搿趟，我搿辰光是做啥去？反正走路。哎呦，我就看到前头有小姑娘对伐？不是，我就看到小姑娘对伐？一步一趋辣走。啊，这已经变好了，已经变好了。背影啊，真的就是林志玲，背影就是林志玲，背影就是林志玲。我来把它出来啊，三十度高看出来，还是林志玲。刘嘉玲，
刘啊，别讲正面的，不要讲正面，正面我冇看过。怎么办？你在干啥？侬看一步一趋，侬懂啥？就一拖一拖走。哎呦，我想噶漂亮小姑娘，才叫。侬肯定，但是侬搿辰光应该觉得有可能穿个鞋子。对，嗯。结果我前头再看，对不啦？一个松糕啊。前头不几根带子嘛，断脱了，断脱了。我想弄个只肉夹嘛，不要穿个种鞋子来去帮后头帮断脱了。哎呦，我真的老肉麻。我想想，小姐，我想服务侬吧。后头我想不好讲，一讲人家没打我做啥嘞？后头我又看到伊一步一趋，一瘸一拐的走向了远方。搿更加怪是，一边走一边。哎，我就目送着他走向了远方。有有有，我帮那个哥哥还是一定要买质量好，否则我们家穿了个特别辣辣马路高头，一记头掰脱了，真的，搿老尴尬的。有点就是，有辰光一走都走不好，要我是呀，这个踝关节的位置，就是搞了，就是别紧嘛，就老简单。我有辰光，伊舞台就辰光，女人要有钱辰光，我就别管她，因为辰光是要穿高跟鞋，抬高的。为啥舞台高头有的只坑？啊，我请我辰光穿，还不是搿种鞋子，有眼像破跟鞋子，但前后侪是平的嘛，但是侪老高。我穿了鞋子是跳舞的，嗯，搿最后就讲谢幕辰光跳一支舞的辰光，啪跌了一起。搿当辰光只有自家心里晓得，搿手大概半年，我这脚基本勿大好动。哦，是搿能介，搿种最好等下下马的辰光啊，我来再搿能介，人家就一开场搿能介就比较更加尴尬。没分钟一开场搿能介就是现场开剧本呀，就开个女主角就当场就一直坐辣海个对伐？就中途夭折嘞。但是我做了几场还是就坚持演下去啊，没办法，真的硬劲一定要牙齿咬牢呀，但剧痛真的是剧痛。还有一种，比方讲我前抢几号头前头拍婚纱照辰光就是。我还是穿了双细高跟鞋子，老高了。搿双不灵不灵的嘛？对对对，搿是跑到森林公园去拍的。啊，搿㑚晓得森林公园去拍要凹造型的呀？对对对，耳前面的侪是种老年人的。坑坑啊，坑坑啊！搿是整个只跟就咯就嵌下去，侬要走路，实际上我老心痛，因为高头侪是砖嘛，侬开进去，老年人开了里向的，就碰到种情况就老搿。还有种啥呢？比方讲，有种介走地梯啊，或者讲走楼梯地方，伊有只胳膊窝嘛。我得开进去，特别种老老细的根，真的老容易开进去。因为侬不当心，侬不可能一天到盯了地朗上看，不当心就开进去。开进去，我帮他讲，一般性拔是不大容易拔得出来的。对，那么开进去一般就搿处理方式只好脱下来。侬肯定先硬拔嘛，对吧？侬肯定首先侬装了若无其事的样子，就这样子。还勿懂人家管勿啦？侬实在勿来，是只好鞋子脱下来，啪，那时候开。搿种根本跟别断脱的事体多。有有有，也有。跟别断帮鞋子质量有关系。质量。啊，哎，有的是像蛮多的，搿个人家会得发生，就阴茎盖头高头有只洞嘛。搿我看到过，搿我看到过啊。侬碰到过？我碰到过，就老早里人家，别个后头我看到伊是拔出来的，后头我想伊要拔勿出来，伊只有对伐？一只脚就起来，盖半老只阴茎盖。搿重的啥都。哎，我觉着搿基本上要练过举重的人才好外做嘛。我觉着像伊拉有种人讲，交关有种人勿是会得有得贫足嘛？不管男人是，但贫瘠般的人实际上老容易拐高啊。伊拉讲穿鞋子更加容易贫瘠，对对，哦是搿能介，贫瘠病也是只隐患，对个，实际上勿是老适合穿高跟鞋子啊。就讲有勿有一种啥哦，侬穿高跟发觉搿啥实际老安静的，啊，我说侬声音一记老响，侬觉得老勿好意思。有有有有，一般是啥啥？经常有个，嗯，电影院里向的，还有啥？比方讲侬夜到了还回到屋里向，侬屋里向比方勿没电梯啊，或者侬要走楼梯上去，跌跌倒，你总会得影响邻居吧？嗯，搿种情况侪会得有。搿侬哪屋里住房子好像结构稍微差了。不是刚屋里想，比方你到啥地方去，夜到安静。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倒是真的。咱们，我跟你讲，就是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的话，侬穿高跟鞋子的吧，不是个。搿小姑娘对吧？也不晓得叫上开始吃了多来哪能？你要上厕所，坐没坐了一排？嗯，我比方我坐了边上头，你走出去，侬看到他好咖里倒哇啊，垃圾打哪来的？侬一叫啊，你讲啊。又到我哪能了？哎，好嘛，没啥事体嘛，又跑脱了，又去小便了，晓得吧？哎，我还刚刚，哎，侬招呼不打，侬跑了，一样没意识，一样没意识到。嗯，侬刚又没意识到对吧？可能我想人家小姑娘，侬晓得我对小姑娘一般侪比较容易原谅的嘛，哎，对，那么样算了。嗯，结果后头看个小姑娘回来了，来来，还是带一脚，回来了又拍拍我讲先生，我刚刚是打着侬啊打，我讲哎是打着了，哦，那么对是个带一把一个，我进去了一下，啊是个那个，我操！对不起，上海人家凶猛哦，对对，我侬嘛对不起啊，感情就是讲不方向感情侬晓得了，对，哎，但是像我想问伊说啊，是不是穿了高跟鞋搿种就后头跟老细啊，侬更得人家，侬自家觉得是吧？我肯定觉得，那我的特色样么子肯定觉得了。哎，侬讲平跟啊，我可以理解。帮侬讲是老实在的特色。就相对来讲，比方侬前高后高，我觉着应该。不是哪能老觉得是，后头特别尖啊，伊不一定觉得是。估计呢，基本上就要侬有发出声音，比如哎呦，
华了，我就觉得发啥声音啊？没想到荧幕高头刘德华叫了一声，叫了一声啊！只巧侬声音帮伊老像。哎呦，侬终于，侬个终于啊，现在有点长进了，就在个地方。我一直所以讲，我对伊啊，深深交到。对，有道理，有道理。其实麦车屋里还没响。接口令牛了哟！啊，侬像电影院麦车屋里哈，侬突然只钉子，或者把突然只高出来块嘛，搿老正常。侬勿大会得想到突然间。问题在于侬当时侬还没去觉得伊会得哪能就算了嘛，对吧？哎，而且哪讲对吧？杨老师买耳机也是前头。老长哎，老长，戴上去是空的。空的，你自家没感觉？空了，吹四十三亩啊，只能吹我血啊！不，最后一只情况啊，就讲有个小姑娘，哎，月背老厚，尤其只脚，哎，一穿前头看好看，老难看。这又会下，我哪能办？那我高头人家穿高跟鞋，搿我就要问问，搿小姑娘碰到搿种情况会哪能办？那就尴尬，我这马上我出门大眼啊！大点也勿来，谁走路像穿拖把一样？我看到搿种小姑娘。那么哪边只好选，比方讲包了稍微老点噶。所以我那女小人万得觉得高跟啊搿桩事体哦，有辰光是成人之美，但有辰光真啊会得变成像灾星搿能介样子。是是，就是这个酿成大祸。哎，今朝讲了交关关于搿高跟啊个事体啊，最后请两位来总结一下自家对待高跟啊搿样物事态度或者是自家市场搿种观念是哪能介。咾么搿能介来来分析。啊，咾么我讲高跟啊就是又爱又恨。又爱又恨。真心哦，我觉搿应该交关小姑娘种想法，就讲老欢喜买，但是穿个辰光真个老受罪。我可以讲再适宜个高跟啊，只能穿了个穿一天。那我得觉老痛，因为不像运动啊，或者讲平地啊，只能我整个脚是属于放松的状态。因为高跟鞋子首先要求侬，而且还有点，经常穿高跟鞋子，像对腰啊，我得老伤啊。嗯，对，对腰实际上是老损伤啊。对，所以人家肚肚皮有辰光。啊，对对，怀孕人是不好穿高跟鞋子，没人穿高跟鞋子。首先有可能要拐高，另外对腰啊，对身体侪不大好。嗯，搿是意思。搿是绝对。杨老师呢？对鞋子。哎，我觉着其实极端点，就是讲，我觉着高跟鞋对女人来讲就是面子。哦。对男人来讲。或者讲对伊个男人来讲就是理智。如果你的女人就讲没上好的高跟啊，跟侬男人的错。哦，哪能？那个句我阿拉电视剧那个女性观众肯定老欢喜，不行，听了不行啊。一个面子，一个理智，你都要兼顾，对吧？对对。今朝讲了非常多关于女人放高跟啊话题哦，讲穿了个高跟啊，让女人更加的洋气，更加漂亮，更加自信啊。但是呢，哪能穿啊是有讲究的。希望大家从阿拉今朝节目当中啊，好收获一眼物事。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今朝节目到这里。